因为我遇见江湖的那个职业不知道讲到哪里了。遇见江湖其实他的当落很久哦，所以我也先创一支新角色。东宫剑士、静安寺，然后最近可能先讲一些角色吧，然后让他等一下。反正需要等很久啊。一开始会等很久哦，所以我是建议说先创新角，然后我是想要先把角色讲出来，反正还没开。劫杀之人，真的好漂亮。刚刚这样，那训完了，训完了。听完了，惨了！那现在看不到线上的玩家哦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刚进来没看到人吗？我看这边有没有人，惨了，找不到线上玩家。有了有了，不得行。